就是咱的小小小米杨浩宇以及咱的刘安安，年纪轻轻，但是今年真是打拼，欠欠算算，让咱多多指导。现在是咱施露心，以及咱谢欣雅小苹果。今天为你开演，黄勇主持，有名英雄。小星星，那是个小苹果，脑多好凉。西瓜提示如今的三妖夺魔，再次说带兵出动，
不是哟。Bye.
东西啊，又苦又难。但可是今次代表修行做果，利益得到一天，心有不满。凡天所在，强势了不给技术，本性的也道行。来看看观众朋友，今晚来跟大家传授不同的光彩。兄弟姐妹们的团聚，贵子有休息啊，这边正坐满满的桌席啊。那休息间正坐满黑老大人之休，都欢迎来跟老大人收拾点不同的礼品哦。再来继续带领几位接下来李坤宏。休息的 M 为你做了编排英雄